我觉得刚才那一把修得起来，修得快，是机械师也会玩，我才有办法辅助这么快这样子。哦，爱哭。在那里，还好正对面。我这边没有树，其实可以转，然后再转到小屋。他知道我这边没树，不想管我。哎，那你也是厉害。我就照修这两台，你咬我，我就让你心慌慌的看着那台机一直抖，一直抖，一直抖。因为那边其实也蛮好遛爱哭的，说真的，我刚才本来是想转去那边，然后就有看到那个仙子在那里。哇，短距大法啊，好奇怪哦！啊，所以他有封窗咯，是不是？他有封窗才需要这样子啊，没封窗的话不需要转。错了啦，你这样转一转，他好像鸟也还没给，对不对？OK。这把应该三跑了，就看前锋能不能够牵制一下。佣兵现在也不需要来接我的机，他也可以考虑过去帮忙，但是也可以过来直接修，两个都可以。哎，没电好了。喂，哎，对，你慢慢看啊，没有封装，没封装。我跟你的节奏频率有这么好吗？我跟你这么对位的吗 ？Hello，Hello， 哇，你妈的，干！我想砸你的时候，你偏偏也停。我刚才不想砸你的时候，你就没停，这是怎样？然后我盖板那一瞬间，他跟着刚挥刀，啊是怎样？这么对位啊？阿尼，
杀，你还知道这边有这边六道坏掉。GG。Watch out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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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吼！吼！你反闹都给我机会了呀，大哥！哎呀，啥？加速，绝对不会反闹，让你脑袋坏掉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做……我刚才是给你机会呀，你以为你真的抓我这么轻松啊？啊！我让你这把就知道你不带风霜多痛苦，好不好？那是你没遇过我，有没有看到？你知道痛苦了没？知道痛苦了没？抓不到我哈？要不要带风霜？要不要带风霜？啊？要不要带风霜？带不带？带不带？知不知道带？啊？带风霜了你？给你难受？给你难受？不带风霜了啊？啊？啊，不带是不是加速就有用吗？没有，我跟你说，以后带不带风霜？你说，以后带不带风霜？你说，啊，带不带？带不带？玩死你！反正我也是最后一把啊，带不带风霜？你以后带不带风霜？有加速了，加速了，加速就有用吗？就可以说没有用，好不好？你看这爱哭有多简单，就是这么简单啊！我他妈刚才是给你机会，你懂不懂啊？啊！你看我封装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多久了？你看我三次封装，我轻轻松松120秒 get 了，有没有？120秒啊，各位，就这么轻松的 get 了，有没有很烦？好爽啊！好啦，紧绷了，因为他刚才他这边里面也涨速了。啊！什么叫轻松180秒？给你看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他以后一定必带风霜。反正我也是最后一把，多跟他玩一下没关系。With the